饭前炒蛋不加糖，由我就够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27生潘秋怡，大家也可以叫我番茄。这一次是 AKB48 Team SH 的第一次总选，其实我自己的心里也是超级没有底的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粉丝对我说过最多的话是：番茄，你一定要加油，番茄，你一定要自信起来。也确实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都没有清楚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。其实我也很想成为大家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，所以我想争取更多的机会来展现自己。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总选中可以多多为我投票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先朝着我自己的目标向前冲，相信慢慢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我撑腰的，一起成为更好的我们吧。谢谢大家。